哎，兄弟，你要给我我的东西，我朋友的东西啊！我没有拿，不是我没有拿，没有拿，你没有拿，那是你呢？盐水。暗摊子，哟，扫一下，我升级。我需要去探勘者绿洲，先去放个东西。好，我要去一大堆地方杀怪，棚户区、新港区，主要是这两个。新港就是右上，对吧？新港比较危险，棚户区应该是安全的，不过太远。但这个地方也不怎么安全，就是了啦。对啊，这整张地图都不怎么安全。左边那种没有建筑的比较少人去，像这种，哼，走了，不能下去。我走楼梯下去，然后里面没人。有，我上次跟 KO 在这边激战呢。我之前也是啊，还有人在那边蹲撤离点啊。进来了。OK。一箱。狗狗，我在这里放东西，有点忘记那个在哪里，我找一下。这一间吧。就是这里。这里有另外一个交换点，配送中心的交换点。这边收得很开心。收。你需要金属合金吗？金属合金够了，够了。现在复合版，复合版。复合版一个。15。这里真的好夸张啊！怎么这么肥啊？对啊，那个资源差超多的。你在开门吧。嗯，开了一个。哦，锥电池找到了，可以结束。哦，打应用数值也是蛮难点的。先去找配送中心啊！我身上有东西，等着给你。配送中心 ，OK。嗨嗨，好久不见啊！哦吼 ，What is this？ 哟，我可以直接用了。没有遇到外观吗？那是肯定有啦，怎么可能没有遇到？
秒开镜的变成好狠，有这么扯的吗？哦，那应该是配送中心。那个动作都还没完成，已经那就已经秒出来。对啊，不对，这看起来像是超市啊。狗狗啊！这狗狗对我有奇怪的遐想啊！我把它咬死啦！去你的！新港不是飞机？新港晚点再去啊！这样才是 very 危险 ，very dangerous。你开枪？没有啊。哦，新港在哪了？哇，看来是人没了。还在打。配送中心，这里一点看起来都不像配送中心啊！这游戏晚上不能玩，越玩越多。我今天还没有遇到啊！哦，好晕！感谢泡面赠送给哈哈的订阅，谢谢泡面。但确实啊，我能够理解。降了两根，正在往我们这边靠。S 一就在这条直条的，跑不掉了，他们被狗打了。我还没讲 ，OK， 我放完，我放完东西就过去了。来着，有狙击枪啊！散弹，散弹，他拿散弹喷我这边超远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两个，再跑了，再跑了。啊，可惜了，他们跑掉了，跑掉了，两个都跑掉了。哼 ，OK， 放完个白甲，那是嫖仔吧？危险呐、啊！嗯，而且你有八倍镜哎、欸。对啊，这里都还有东西可以说啊，我觉得我们说完这里，啊，换地方。你朋友他们打 Apex 赚钱长，这一季的 Apex， 这季的 Apex 真的是。指路不通，挺麻烦的、啊，要花太多时间了、啊。好玩是肯定好玩啊，觉得好玩是肯定好玩，但我就觉得要花太多时间。那是你朋友的鸟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原来了，在上面60吧，我正上方。嗯，听到了，你枪声，脚步右上，头顶，头顶。哼，我们的位置确实是，我感觉对啊，不是很好啊。我也觉得这个位置确实是走这个底，走这个底，走这个底溜了。来了来了，顶过来，这抓前面，超近超近，这还可以跑。白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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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一个绿甲往后跑，换位置换位置换位置，赶紧。这组还很臭吗？不知道啊。两个以上，我对这也不熟，我们得换位置啊，往右边走啊。OK， 手腕流，手腕流不会痛吗？你等你开始痛的时候你就知道啊，等你玩久一点会痛就知道。而新港区猎杀生物啊。太有趣了！哎、欸，都是大哥哎、欸，你要确认那边我的任务全部都是在那里啊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去了，硬去了。OK， 你有带1000发子弹吗？没有，但我有带698发，我觉得应该还够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
我以前怕不去也是手腕啊。走过去应该就顶他们屁股。但是说真的，实在是太……后来玩者都不太舒服。刚刚在位置走过来的吧？看要不要会他们一下。OK， 有你在哦，你这个八倍，绝对奈你没办法。右边。听起来就是新感。如果能够踩到高点，你应该是爽射啦。OK， 你不要吓人。你哎哎，赶紧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。你们好像有人啊，有，我们在跳，要跳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觉得他听到我们，我他换子弹，只听到一个人大跑，来了，转那个转角，补血。跑来跑去，两个朋友，我们总是在低点，是很不舒服。莫王大佑，哦，散弹枪，没事。我刚才打的那两个吧。王座，别了。解放 ！OK， 刀，危机血了，我危机血了，他们队友应该要来了。哇，还有其他人，应该都在洞里面，我猜。嗯哼，太黑了，有，走，没有，不在洞里面，洞外，新港那边跑过来的。那个不打 ，no， 你有跳到吗？对，他说不打。嗯，他在讲话，他在对面啊，远的。但我们近点还有。我是上来做个任务的，兄弟，听得到吗？喂。可以。跑一炮。我在这边要顶过来，我听到他。你们吗？不行，你赶快走。走开，很危险。我操！下面有人打我，我操！下面有人打你是不是？那个我的什么？应该是你们的右边。你好，是不是不要打？是不是国人？听我！妈的！什么？你是不是国人？是，别打了 ！OK， 但是你杀了我的朋友，我操你妈！不是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们太近了，那个一瞬间的事情啊，没办法。你给我东西，我不杀你。OK， 你要什么？开玩笑，不打，别打。啊！哈哈。冷静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各自走各自的，好吧？冷静，各自走各自啊。掰了。完，你赶紧又来再捡，赶紧捡了吗？捡烂了。打我吗？我只是个萌新。打上面有两个，但是我可不可以拿他的东西啊？我朋友的东西。拿，你想拿什么都拿，你想拿什么都拿。在哪儿？你在哪儿杀他？这里，这一侧，这一侧。OK。我走了，我捡了他的枪，赶紧。哎，这里怪你们刷完了吗？我是这里刷一个怪，能不能帮我打一个，拉一个进来打？还是我们，喏 you know?、要这样子吗？二弟吗？别了啦，走了啦。好啦，走了。走了，我把枪啊，我把他的蓝色散弹枪干走了，赶紧的。怎么敢的啊？你要解药惹我，但是舒服啦。妈，杀了你队友了，还说不打？前面，哎，不打，又是你，我以为遇到别人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操，你怎么跑那么快啊？我给你补，来，五根。哈哈哈哈哈。好了，这么有缘，我要撤点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我是油瓶主播啊。东西是不是都被你们摸完了呀？没有，也没有，东西也没有。我们才刚来，这都不是我们摸的，是他们的，跟我无关。哇，
他们拿的，我什么都没拿，我什么都没拿。你拿了我的东西。哎呀！干啊！安静，找不到安。他来追债，他来追债。他不知道是谁，他不知道是谁，他不知道是谁拿的，他不知道是谁拿。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拿，我们没有拿什么东西、啊。他可以看那个，他可以看那个背上的枪啊！你把它收到包包里面啊！好啊，好啊，没事。你叫飞船是不是？叫的，叫的。啊！有人过来了。哎、欸，兄弟，你要给我我的东西，我朋友的东西啊！我没有拿。不是我没有拿，没有拿，你没有拿，那是你呢？没有拿，你看，你看我的包包，没有，你看我的包包，你看我的包包，你赶快看，你赶快看，不然我要走了，你赶快看。你拿了我的东西啊，操！不是，你看我的包包，不是我们，是另外一个，是另外一个，那个人拿的，真的不是我们。你呢？那您，哎呀，死了，你死了，操！我就说不能对他们那么好，要干掉的。他拿出散弹枪，你就知道他不对劲了。操！有我有开枪，我别，我有开枪啊，我打他一发。那好困啊，困烂了。